开始上升。哇、哦，超帅的啦！哟，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阿杰，欢迎我频道。今天来到我们的 Five Fun 生活第24天。上一次我们来到佩里克岛呢，已经呢换到了许多古茶叶了。不过呢，目前呢我会员还有一天的时间，所以我想把握着最后这一天呢，再多换一点点。回去之后，我们应该就可以买一台超跑了。不过待会呢，我们还要找人卖茶叶，然后再去换我们的钱。那希望呢不要被警察抓到。目前警察有13个，哇，这个被抓到的等于我们在这边辛苦买的会员还有辛苦做的茶叶都白费了，好不好？希望我们可以顺利啦。各位观众，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喜欢我的频道的话呢，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的 ID 是1751，我们就突破个1751个喜欢吧， Go！ 那我们现在呢再来踩个两三趟好了，踩个两三趟呢就可以又多个好几百万、好几千万了。我现在基本上换一换应该4-5千万没问题了，加上现在本身身上有3000万，所以我换完的话就有7000多万啦、啊。想买什么超跑都可以啦。那我在上次呢遇到其他红门的这个弟兄们哦，他们说其实你如果要来这边做这些事情的话，最好是其他的货单也一起拿一拿，这样子呢你可以在那个地方全部都采集完再过来这边做个加工，这样子你才会赚得更快啊。这么说也是有道理哦。不过我们当初呢是想说采取一个这个来尝鲜的部分哦，所以没有想到那么多啦哦。好 ，OK， 那我们先去屋子里面采集吧。现在就剩下最后一天了，多赚一点就是一点啦啊！OK， 哥，我们再度来到这个豪宅这边啦。基本上你看，我们付了这3000万哦，说实在的，是很容易赚回来啦，然后也会比较踏实一点点。不然来到这边呢，都心惊胆跳一番哦。最主要是我们没有枪枪啊，对不对？那我们就先在这边收集一下，等等呢，我们再去找买家来买我们的茶叶。A few minutes later， 各位观众，开打啦！我把这一个换一换，我就不换啦。我现在这样换换，应该可以换个7-8千万、8-9千万，应该可以了。所以我这里换完，我等一下就要去下面这边找这个喜源阁的部分，吼、哦，非法区域喜源阁古茶叶专卖店，我还没去过下面呢。他们说也可以回去本岛，不过我们刚好去那边，顺便再搭他们的飞机回去，这样子应该会比较 OK 一点。我刚刚遇到两位卢曼兄弟啊，他们说现在有点刺激了，所以我赶快这一趟弄完我要走了。那他们说呢，早上的8点到12点，现实世界中是需要剧情才可以在这边杀人的，但是12点过后呢，就是无差别了，不管你是谁，警察或是谁，就可以直接在这边把你击毙，三不管地带。所以呢，现在呢，我这里换一换，我要赶快走人了。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枪，那据说枪好像也可以自己做。我觉得我们下一次可以自己来搞一把，不晓得会不会很难做就是了哦。毕竟买一把枪也是不便宜的哦，所以自己先做一把小把的防身啊。如果遇到其他坏人了，我们还可以跟他说 freeze， 我有枪哦，不是只有你有枪哦。那还有一件事情，我刚刚本来以为我身上有3000万，其实我身上只有300万，我看错了，少一个数字。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换一换的话，大概身上会有900多包古茶叶。那一包呢，我记得之前好像是9万，我不晓得现在有没有比较多。所以如果有9万，我们换一换就是8000多万，加一加身上也是9000万啦。我们等一下就可以想办法回本岛，然后去买一台新的 Porsche， 然后去新的试车地点看看还能不能够跑得很快。其实我对佩里克岛呢真的都不是很熟，在线上的时候我们也只玩过抢劫一次，然后之后就都没有再来过这里了。所以在这边呢，目前只熟悉这里采集跟加工的地方。哎呦哎呦，雾霾雾霾雾霾，好啊雾霾哦。各位，我看到啦，原来这个据点是这个哦，就是之前我们来不是里面有老虎还是有狮子吗？对不对？抢劫的时候啦，我不晓得这边是卖给里面的市民，还是说是有个点可以让我们直接变成钱的哦。这个我们来看一下才知道，这个是出售的，啊，我们是要找这一个。看来呢，整栋屋子都没有人在，我们稍微问他们一下好了，因为他们是可以使用传送点的，我们来试试看啊。我在你们佩里的据点，如果他们都没有回的话，我们自然就先回本岛，然后看待会怎么卖。OK， 哥，我们收到讯息，目前佩里克岛喜源阁据点暂不开放，卖朵请到本岛6080喜源阁的第二据点。哦，原来如此啊。OK， 那我回本岛再过去找你。好，各位，那接下来我们要想办法怎么回去了，好不好？那还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朋友叫 Okasi，
他有游艇嘛，我们来呼叫他，看可不可以把我们载回去好了。喂喂喂喂喂喂，有听到吗？啊，有听到，有听到。哎，那你可以方便开游艇过来接我吗？可以啊，我马上就到，等我一下。太感谢。哎，不过现在那个警察在打击，你要从那边吗？不好吧？没关系啊，那个安全区我可以开过去。啊，可是我身上有不好的东西啊，你方不方便开到他们据点的后面？我方便啊，可以啊，顺便给我发一下 GPS。OK OK， 稍微可以好确认。好，谢谢，好 ，OK OK。太好了，那由于呢，现在警察呢跟其他的一些部分的人呢在打架，所以如果回到原本那个机场跑到那边呢是有点危险的，所以我们就从这边哎偷龙转凤直接跑走啊。但是呢，平常如果进来这个据点呢被发现也是会被击杀的，所以呢要小心一点点，好不好？我们赶快趁现在没有人，赶快走。这里刚好有个海域，然后如果他船开过来，我应该就可以跳下去吧？啊，这样应该是刚刚好的。我们在这边稍作等候，正所谓出外靠朋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6080到底在哪里啊？我原本以为只有这个据点，没想到他们还有另外一个据点哦。这边还有一个据点哦。A few moments later， 哇，来了，酷啊！哇，好酷哦，真的就这样撸进来了。看他有没有办法撸过来这里，他撸过来这里，我可能就有机会了。来 ，Let's go！ 哦。酷欸，里面好多人啊，我以为只有船长一人啊，现在已经正式搭上 Okasi 的游艇了，吼，游艇真的是太帅了啦。趁着在回去的过程中呢，我们来参观一下这整个豪华游艇。哇，还有撞球室啊，哇塞，后面还有整个办公桌、会议桌，可以在这边聊天哈啦。我们再往上看一下，哇，上面更是宽敞，这里还有个游泳池，哇，酷欸，差不多是这样子啦，哦，真的很帅欸，有一台这个真的比起我们有直升机还要吓趴的多了。船长开船啦，他叫我们要小心控制一下，怕我们会飞走啊，所以我们坐船也是要小心一点点哦。看着我们的船长呢努力的开船，真的非常感谢他。各位，本岛就在眼前，我已经看到我们的花园银行大楼咯。哦，我觉得突然回来本岛有一种非常亲近的感觉。对对，毕竟在外面呢实在是太可怕了，回来这边呢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朋友，有自己的车，感觉就踏实了许多。那我们跟着船长准备离开船只了哦。哦，赞呢，非常感谢船长还有船员们，敬礼，礼毕，耶、yeah! ！感谢船长还有船员们辛苦了，把我们载回来，谢谢。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那我们先走咯。好的好的，辛苦了辛苦了，走，拜拜。目送他们离开。哇，这三台应该都是飞天车，开始上升。哇、哦、超帅的啦。OK， 各位，那接下来我们就去6080吧，来领我们的车车，开我们的 BMW 好了，睡啦，出发。感觉已经很久没有开车了呢，你知道吗？因为这几集我们都在佩里克岛，突然好怀念可以开车的感觉啊。哇，有人的直升机在上面，现在真的也很少开那台直升机了。我觉得刚刚坐那个游艇真的太帅了，一整台一大台就这样子撸来撸去。我们也蛮久没有来这边了，自从我们买了黑人区的那间房子之后，就很少再过来这里了。啊，这里就是他们的据点哦。啊，糟糕了，弹出来了，弹出来了。好了，我们先把车子给锁起来，然后跟他们说我们到了，我到了，来吧。那我们现在这边没办法进去，我们只能在这边稍作等候。Hello， Hello， Mike 吗？是的，是的。ID176有了。好的，可以，有了，有了，终于啊，960代，他们都是穿这种粉红色的。感谢 KY。好的，谢谢。拜拜。耶，各位，我们现在身上呢？不是真实的现金，而是黑钱，总共有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8640万啊！哇，那这个黑钱我们要去找其他人来换，
换好像又有比例的部分。各位，那我们今天 Five 分生活第24天呢，差不多就先到这边哦。下一次呢，等我们把这个黑钱给换好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车厂看看。据说车厂呢又多了几台新的车子，我们应该有相当足够的钱可以来做选择了吧。然后我们之后呢，可要努力来做一支小手枪，以备防身之处，好不好？既然那边那么好赚钱，改天一定要再战啊，是不是？好不好？结束。喜欢这个系列，喜欢我的频道呢，也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也别忘记我们的175一个喜欢哦。我们就下次 Five 分生活第25天再见，大家拜拜。